好，要讲两次。他要先喊一次，然后大家再喊一次，因为他喊最大声。哦。所以上两班福利最好，可以听到两次老师。没错。这是我们下课那一次就不用了。要了。习作有没有哪里想要先我问？哦，习作先举先赢。好，来，我先帮你一下。先举先赢。那个61页的第七。好 ，OK， 请翻开61页。来，同学，请翻开61页。这很显然就是因为他很认真，所以他可以马上知道要问我什么问题。有的人没有写哦。来，61页。61页。的第七题。61页。这一题要怎么解呢？这里会算的举手。你们请这位老师一二解题。会算的举手。会举。我们请梅仙大师讲说。抓头发。好。好。这里还没看的举手。有看。放下。有看没有懂。我会算用笔下去算的。对，可以用笔下。为什么他说可以用笔下去算呢？因为他没有算出来，但你算到没算。等一下，我先问你们一下，为什么他会说可以？等一下，先注意听我讲，为什么他说可以用笔下去算？因为它有线形函数的关系。因为它是线形函数，老师，一代表你猜。哇 ，man， 你们可以吹。吹不到，吹到脚就很凉了。对啊，吹得开鼻先过凉啊。对啊，哎，你可以，你可以，不要客气。没有用过去这样好吗？这样，嗯，好。双重吹。好 ，OK。这这电风扇上面拉着几条线，感觉上比较凉。老师说的，看起来对啊，凉啊。哦，是你们老师说的。对，说看起来。哦，我还以为是你们自己加的。我们怎么可能？我是觉得没变。好。好，首先，函数是拿来做什么用的？看变化。很好，函数是拿来看变化用的。等一下。那你想要看变化，要怎样才能看变化？一对一。好，所以你想看变化，你就要一个对一个。对一个。先把这个写笔记本，整个，先把这整个写在笔记本上。啊，等一下要问了，老师这个写过了，再写一次。好。老师在收什么？我们都知道。要是地震不够。所以呢？1 2 3 4 5 3 7 5 4 3 2 1，零，要零。好，零也好，好，给你零。请问这个是不是函数关系？不是。是还是不是？不是。要有规律才可以叫函数吗？还要一对一。我函数的目的是想看变化，对不对？我有说变化一定要固定吗？没有。像上次我们画的
上次我画的这个图有固定变化吗？没有。还记得吗？那个雅琳，雅琳画的这个还记得吗？雅琳不是那个雅琳吗？我知道了。越来越怎样？越来越远。越来越长，代表它越来越快。它变化有固定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每一个时间点，它就一个位置；每一个时间点就一个位置，对不对？对。一秒的时候在这里，第二秒的时候在这里，第三秒的时候在这里，第四秒的时候在这里，第五秒的时候在这里，所以我就可以看它的变化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每一秒都有一个位置嘛。对。了解在说什么哈？所以我可以说它是函数关系。这个呢？这个不是。所以变化不一定要固定的哈，了解在讲什么？变化可以随意。哎，我的目标是只能看变化就好。那他能不能看变化？不行。为什么你会说他不行？因为他没有重复的。哪里？三。重复三。对。重复三有关系吗？有。为什么有关系呢？因为他已经写出那他三，那边已经有一个人了。除非是负三，因为一个。因为这个对到多少？可是这个对到多少？我要对几个？两个。一个对到几个？两个。一个对到两个的时候，如果我想要三跟二，从三变成，我想要看看从三变成二的变化的时候，我想要看看从三变成二的变化的时候，你到底是要看四跟五的变化，还是要看零跟五的变化？四跟五，不知道。对，不知道，这个写在笔记本。所以我就会不晓得要看这个变化，还是要看这个变化。两个都用，可以吗？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就说，其实老师说我们讲的都不完整哦。对。这个是从谁来看谁？来，等一下，请问一下，刚刚我们是从谁来看谁？先看谁，才看谁？先看 X。对。先看 X 啊。我们是先看 X， 对不对？然后来判断 Y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我们称为 Y 不是 X 的函数。这个是先。这个是后。要写，很重要。我要问你的是，你们先不要回答，自己写哦。空格自己填，要填是还是不是？不要讲，自己写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刚刚是这样，我们 X 先变。X 先变之后，我要糟糕出现一个问题了，因为三得到两个答案，二一个答案。当我想要说，哎，从三变成二的时候，我的 Y 到底怎么变的时候，我会出现一个困扰。你到底是要讲四跟五的变，还是要讲零跟五的变？我就不知道你要看哪一个这样。所以我就说，我就不知道你要到底要我看哪一个，你要先讲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没有跟我讲的时候，我就没办法看。所以一个对两个我就没办法变。那什么叫一个对两个？是先有 X 哦 ，X 先哦，结果我发现 X 得到了 Y， 得到两个对应，所以我才说 Y 不是 X 函数，对不对？先有 X， 然后发现 Y 出现两个答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知道它没办法看变化，从 X 来看 Y 没办法看变化，对不对？那倒过来呢？从 Y 看。对，填是或不是就可以了。每个人都要一个选择，空格自己填。下面的这个我们代表的是 Y 不是 X 函数，确定？你要自己这样写上去哦。这个因为我不晓得要看这个变化，再看这个变化。当我的三变成二的时候，你到底要从四看到，我还是要从零看到？变化不一样啊，你要看哪一个变化？变化一定是只能够一次看两个了，一个对一个这样。然后，如果反过来讲，变成 Y 先，然后看 Y， 不 Y 先，然后再看 X 的话，它是不是函数？
句是不是函数要自己填哦？写好了吗？还没写好的举手。好了，好，我们来，确定一下你们会不会？好，你填四的举手。你填四的举手，你填四的举手。一，你填 x 是 y 的函数，就是从 x 来看 y， 把从 y 来看 x 它是函数，你觉得是的。一二，举手就要像那个伊农，你要举得那么高。哦啊，我手太短了。我跟你说，举直这样。感觉上要冲到天花板去了，拉伤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方向。你觉得不是的举手。刚刚有十个对不对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，十八，十七。好，放下。好，不确定的不确定的举手。你不晓得该怎么判断的，一定有的三举而已。你知道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班那一天在写罚写，然后写到很手酸，我就跟他说你就这样做运动。对啊，你手会酸啊，所以当然是这样做运动啊，有帮助。好，所以下次你们被罚写的时候，对，我们都不要被罚写。对，不要被罚写，不要让自己陷入被罚写的状态，要被鼓励，被赞美，陷入被人家夸奖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正确答案是四。啊，太棒了！因为下面如果那个数字不一样，上面就会不一样。对，因为先看歪哦。等一下啊，我再把他的话再重新讲一次。他说了一句很好的话，他说：“因为现在你是从歪来看来开始，对不对？”他说：“当下面都不一样的时候，上面都不一样。所以下面每一个都不一样，每一个对到的东西都不一样，所以当然可以变了。如果是下面是零，上面就不是三了，就是会改变。因为下面的每一个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下面的每一个都不一样，然后它对到的，就是每一个都只对到一个，对不对？七只对到一嘛。”五只对到二，七有没有对到其他的？没有，七就对到它而已嘛。对，五呢？二，五就对到二嘛。那五有对到别的吗？没有，没有啊。四呢？对三，有只对三，它有没有对到别的啊？没有，没有了嘛。了解在讲什么？每一个都对到一个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想要看这两个的变化的时候，从七到五先它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对到它，这个对到它。哦，原来你的变化就是一跟二的变化，没有第二种选择，对不对？好，既然讲了这个了，应该要考你们一下。好，要来大声什么？我在好像的地方。来看我这里哦，看我这里哦。它是三，看黑板。来，写答案就好。不用画图 ，y 是不是 x 的函数？小黄刚才挑谁讲误解的 ？y 是不是 x 的函数？也就是说，先 x 对不对？先 x， 然后再去找 y 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先 x， 然后再去找 y 呢？这个老师有出陷阱。我没有陷阱。会就会，不会就不会。y 是不是 x 函数？所以是先有 x， 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它的扫描方式是要画图吗？不用画，先用看的就好。决定好了吗？决定好了吗？先 x 才找 y， 对不对？图形有了，对不对？有图就可以查表，不是吗？我那个礼拜一才刚讲过嘛，有图就可以查表，对不对？对。真高兴你今天有来，最好是天天都来，要让老师每天都看到你，对不对？好，开门查水表。他的查表方式是先 x， 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查的方式是这样，这样，还是这样？左右，左左右右，左右，上
先 X 不管你的 X 在哪里，然后接下来你要搜寻 Y， 对不对？所以你会怎样？拉上去，拉上去。知道在说什么吗？知道。请问一下，你可以搜寻到几个答案？一个，多个。等一下。一个 X 只能够搜寻到一个 X， 一个 Y， 对不对？知道在讲什么？一个而已嘛。一个 X 只能够搜寻到一个 Y， 对不对？所以能不能看变化？这两个能不能看变化？可以啊，因为一个 X 只能对到一个 Y， 一个 X 只能对到一个 Y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两个能不能变化？可以看变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 Y 是。哎，老师还没有举哎。答对了举手。放下。考你。倒过来 ，X 空格，填是或不是，是不是 Y 的函数？是哦。自己填，这次我就真的会叫你们举手来自己填。所以，当他是这么问的时候，上面那个问法是用先有 x， 然后扫 y， 所以是上下。先有 x， 先确定，然后扫 y， 一定是上下扫，对不对？这个要举手哦。然后这个就刚好颠倒，对不对？这个刚好颠倒。OK， 决定好了吗？好了。先写。先写，确定一下，先确定一下。空格要填什么？我相信这个答案。确定好了吗？还有没有人还没准备好？答案还没准备好的举手。好，我等你一下。来，等一下，选不是的举手。啊？先讲是吗？讲不是。你。你回答的是什么？不是，你跟他的回答答案是一样的举手。他回答不是，你答案跟他一样的举手。好，放下，恭喜你们答对了。所以你们都跟君典一样聪明。不是函数，是这样吗？来，我们看一下，等一下我会考你们一题更难的。好，来，先这样。首先，这一个是先有 Y， 对不对？去扫 X 嘛，扫 X 是要左右扫，了解吗？所以你会怎样？你要怎么讲？你扫到了什么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对不对？了解在讲什么？所以没办法跟别人，比如说。这个扫过来会扫到三个嘛？虽然你这个扫过来也是三个，虽然你这个扫过来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可是其他的这个有三个，你到底要看这个变化，是看这个变化，是要看这个变化？都看。那你要跟人家讲，你要讲哪一个啊？中间那一个，那是你说的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讲好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要看哪一个。不是吗？嗯，不是他说的。现在请你去画一个图形，我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能耐。请你画一个图，这个图 ，y 是 x 的函数 ，x 也是 y 的函数，自己画。再一次哦，因为他刚刚说，老师，刚刚的题目就是这样出的。相反的。对啊，那个一个就是 y 是 x 的函数啊，另外一个过来就不是函数，光猜也知道。好，两个都是的。请你去写，请你去画一个图，随便你画，我没有限定什么图哦。请你去画一个图，这个图 y 是 x 的函数 ，x 也是 y 的函数。哇嘞，具有挑战性。随便你哦，随便你怎么画都行，但是你要满足我刚刚讲的那一句话。老师来，我再讲一次，也就是说，请你画一个图，必须要 y 是 x 的函数 ，x 也要是 y 的函数，同时满足。在哪里？对。对，那不能那样。你可不可以在？其实对，但是其实可以，对，对，对，好厉害哦！其实可以不用那么规律了，其实可以不用那么规律。给我点时间，我好像听他们讲剪刀，我应该要对的。对，我要从上面去。哦，小心一点，不用
你们两个，人家给我跑三圈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跟你们说，不可以悬空。这电风扇不是我移的，谁弄的？没有承担买的。这个谁移的？你说我，我移的哦。老师，你要来过来就起来了。不是我移的。老师。我有点太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讲讲我的安全很重要，注意听。这一条电线绝对不可以悬空。只有一条啊。我管你，自己去买延长线。延长线在哪里啊？自己加，自己去买呀、啊。等一下，电线绝对不可以悬空，因为我刚刚就差点摔倒。啊，下面那些东西把它变成不要悬空了，不要悬空。对，在哪里啊？对，对，啊？你要给我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哪一个图？你这个图包含他还包含他、哦、知道我在讲什么？你因为你给我看这个嘛，所以他跟他都有。那你要给我看这个，再看这个。这个是对的。这一个会一个是一个不是？你想一下。对，对，对。那个嘉文，对，对，可以画很多条，嗯，对，满满的，大胆一点，对，错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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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师，对，对，我看过了你的课，过了。对，再说一遍。我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一定是他造成的。拍的，好。大姐，等一下，好了，我跟你们说了。来，注意听了，我开始画，开始画。两个都是函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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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？不管你怎么扫描，除非我回转，注意看哦。等一下、哦，注意看啊、哦，随便我怎么画啊、哦。老师上课睡觉了吗？那个嘉文，我刚刚为什么特别称赞他？他做了一件事情。这样扫描只有一个点，这样扫描也只有一个点，他有把这两条画出来，高手，高手，全班只有他做这个动作。他的意思是，我画的图形，他的意思是，我画，同学也不一定要，你知道你有看到我画的这个图吗？不一定要，很有规律。对，我就是不断的、不断的在。那另外一种画法就是，刚刚也有同学是这样画的，了解在讲什么？我不需要有规律哦，但是要么就是一直在上升，要么就是一直在下降。对，如果你的图形是这一种，你这样子去搜寻，只能够搜寻到一个；你这样去搜寻，也只能搜寻到一个，没有机会碰两点，因为它一直在上升嘛。了解在讲什么？好。这种情况，我们就会有函数跟反函数。对，就是这一个，这一个，我们就说 y 是 x 的函数。反过来讲也对，反过来讲也对。x 是 y 的函数。x 是 y 的函数，所以它有反函数。反过来也对，这样。x 也是 y 的函数，反过来讲也对。好。请你们画一个都不是的，请你画一个图形，不管怎么讲，它都不是函数。啊，就是从 A 开始看过来不是函数，从 Y 看过来也不是函数，请你自己画。可以在这画一个大圈圈。聪明。还有那个上下的扭曲。你怎么可以讲出来呢？我怎么都讲的？干嘛？请你画一个图形。哎，差那个位了。请你画一个图形。不管从 x 来扫描，或者从 y 来扫描，都不是函数。那你可以不用画圆形啊。随便你怎么画，随便你怎么画。对，随便你怎么画。
随便你怎么画。耶，老师要神的画，我墙在上，随便你怎么画。墙壁盖好，这样。墙壁盖好有任务。那个。老师，你看我的。燕文的。对，这样。你还没画。老师，我墙没有。你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他翻页。可以。可以，很好，很好。你的图，你的图，其中一个是函数。好，很好。很好。很有创意。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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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正确，对一半，对，你还没画完吧？你还没画完，你还没画完。随便你，其实随便你。好，对，然后那个，你看，我刚刚有说嘉文画得很棒，对不对？博翰马上学起来。哦，我也学起来了。我也画。好，我画博翰的给你们看。哦，你跟我们这个。博翰画的是，然后呢，他告诉自己说，错，了解意思吗？太棒了，博翰。所以。这一个来，请问一下，这一条线代表什么意思？谁不是谁的函数 ？Y 不是 x 函。这一条，这一条在这一条，这一条在描述 y 不是 x 的函数。我跟你讲，还有一条也可以这样子讲。直线。不是，等一下。还有一条也可以陈述同样这个图哦，我还可以画一条，也可以说它代表 y 不是 x 的函数。那个直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画那个东西，因为我没有讲，你们大概不太可能会想到。我们想看变化。从头到尾，从你就可以像朋友。这一个完全碰不到它，所以。你完全没有东西可以跟别人讲变化吗？有啊，啊，有啊，没有碰过那个东西耶。老师刚才就在变化。我们两个比身高，我跟他比身高，可是他看不到我。哦，那没办法。我要跟他比身高，我就跟他说，就是我的梦想，我要跟你比身高。啊！可是他看不到我，他怎么跟我比身高啊？了解吗？用讲话的就知道他在讲什么。用嘴巴说话。就是没有烦。所以这一条线也可以描述他没办法讲函数，因为他根本没有，对不对？你有 x， 你有 x， 可是你对不到 y， 对不对？对过去没有嘛？那你没有，没有，你怎么跟一个有的东西在谈变化呢？了解在说什么哦，好。然后另外就是，他又画了一个这个，他也透过这个来告诉我们，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 ？x 不是 y 的函数。然后刚刚有一个同学这样画，这个失败在哪里？这个失败在哪里？这样画是不是会成功？有啊，对对，这样是可以画到。了解在说什么哈？因为这个图形，我会把它想象成它可以无限延伸嘛，所以它一直在变化，对不对？了解意思吗？所以一直都可以画横线嘛。那这个也是一样嘛。所以你只要这样切，都会切到点，对不对？而且会切到一个点。所以这个方向是函数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方向是给 y 少 x， 对不对？给 y 少 x， 所以 x 是被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 x 是用 y 少出来的函数，可以哦。好，
好，接下来再回到刚刚的那个线形函数那里。哦，差点忘了。形是什么意思？对，其实类似形状，就是它的形态，它的长相。来，自己写上去，形代表你们讲形状，我觉得也不错。形态，形态，长相，它的长相，形是它的形态，就是它的模样，它的模样是怎样？人家会不会说、那个看到你就看到你爸爸这样？你跟你爸爸是同一个模子长出来的这样？完全都没办法怀疑你是你爸爸生的这样。你知道为什么往那个新闻报道常常会讲，就是会就是他爸爸新闻报道，因为他会看，一看都奇怪嘞，这个囡仔那喊我的一点都不像，就是小孩子会越长越大嘛，奇怪，怎么这么小？这个小孩子跟我长得都一点都不像这样。他以为我去整形。因为我前几天去，所以他就开始怀疑，所以他就去验 DNA。哇，糟糕了，真的不一样。哎呀，戴绿帽了。那蚂蚁怎么办？才发现，蚂蚁每一次都一样。才发现糟糕了。好，所以今天是别当逃生啊，拢看得出来。太中肯了，你一定会像你爸爸或像妈妈，就是有些地方会有地方像，因为你是人家生的。好。所以就像我就比较像我妈妈了哈，好，很像了。所以是你妈妈很年轻的，看起来。对哈，嗯。你有看过吗？有啊，我上次去那里山，你妈妈就看。真的，好。那你跟爸爸比较像，还是跟妈妈比较像？都不像啦。我也不知道哎。好。29台。好。这个是代表它的形状，然后它的形状长什么样子？来，同学前面就在告诉你，它的形状长什么样子？一条线。它的这个线代表直线，来写上去。这个代表直线，这代表直线。说它长相有两个长相，这你知道的。那直线我就要考考你了。通常呢，如果我们没有特别讲，我们强调的是 y 是不是 x 函数。我们在问的时候啊，这是不是函数呢？都是从 x 去搜寻 y， 了解在说什么？了解啊。这是我们的习惯，我们喜欢这样看图形的。我们画的图形都是喜欢先有 x， 再去看看 y 有多高。我们的一般的图形都是这样。喜欢篮球的有几个人呢？下面是写篮球，然后喜欢有，比如说来，你们班上喜欢篮球的举手。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放下。所以我在下面就会写 basketball， 不是，P 啊，是 B 没错。basketball。B 啊 ，basketball 吗 ？B A S K E T B A B 啊。啊，棒球呢 ？Basketball。哦 ，basketball。好，好 ，basketball 有九个人，然后喜欢打羽毛球的举手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放下，所以喜欢打羽毛球的，所以羽毛球是 badminton 也是 B 哦 ，B 啊就是 B 啊 ，badminton 喜欢五个人，了解在讲什么？我们会先把项目讲清楚之后，才看看你有几个这样。了解意思哦，所以我们喜欢先从这里，然后再看看这个，这样理解哦。好，我现在要开始考你了。既然线形函数代表一条直线，所以我们来问问看。等一下，我会画三个图。这三个都是函数吗？想一想，是三个都是，我现在问法都是这样，就是 y 是不是 x 函数，这样懂哦？所以我都是要从 x 来扫 y， 可以哦，约好了哈，约好，它是不是函数都是从 x 来扫 y， 这三个都直线呢？
然后我现在在讲线形函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都是直线啊，我当然也可以这样画或这样画了，知道我讲什么？这个都相等式。这想法一样，了解意思吗？只是一个往上，一个往下而已，可以哦。好，一二三四，你觉得四个都是函数呢，还是有的是，有的不是？来，请你把它画在你笔记本上，是的打圈，错的打叉。那你问你 y 是不是 x？ 对对，没错，你问的很好。我要问的是 y 是不是 x 的函数？但是如果我没有讲，通常都是这样，这是约好的哈。没有特别讲，都是在问 y 是不是 x 函数，都是由 x 来扫 y。先把这四个图很简单的画一下之后呢，你就在上面旁边检查打圈打叉，打圈打叉。是函数就打圈，不是函数就打叉。我要判断这四个图形是不是函数，因为线形函数讲的就是它图形要直线嘛，我就来画直线这样。那直线大概就，要么就水平直线，不然就铅垂直线，不然就斜直线，没有其他的，大概就这三种而已。水平的、垂直的，不然就斜斜的。你觉得它是函数了就打圈，你觉得它不是函数了就打叉，一个一个判断，一个一个判断呢。一个一个判断。我想看看横的哦。一个一个判断，四就打圈，四就打圈，错就打叉。老师，你明仔你练不跌哦？明天早上还会再一下下。哦，嗯，家里有事啊？没有事。不是家里有事，是另外有事。明天没有事什么，老师？明天没有事了，明天下午就是你们就好好的写习作，互相讨论一下。好，好了吗？圈圈叉叉要先写好，圈圈叉叉要先写好。是它是三十扫描。对，扫描方式通通都是这样，因为先有 x， 先有 x 再扫 y， 对不对？先有 x 再扫 y， 先有 x 再扫 y， 先有 x 再扫 y。扫不到就不是函数，扫到太多也不是函数，对不对？只能够扫到一个才可以叫函数嘛，对了哈。好了吗？圈圈叉叉写好了没？有了。还没好的请举手。好，我们开始了，来。第一个的答案是圈还是叉？圈。这个答案是圈。这个呢？叉。这一个，如果你是从这里扫，你扫不到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刚好从这里扫，扫到无限多，对不对？你每个点都是啊，知道我在说什么？这个呢？圈。任何一个都扫到一个点，对不对？下面这个也，四个都答对的举手，放下。错的做订正，错的做订正，错的做订正。好。所以来，接下来我问你们哦，这一个点，这一个位置如果叫做三，那么这一条直线我们怎么写？y 等于三，没错。我写错，我没写。y 等于三，然后通常这个三就是透过我们去扫之后得到了，去扫之后得到了，去扫之后得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名称。我们用函数的写法。没有要收车管，然后它就嘎掉了。对，所以有它不是好事。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哎，救了阿伯大爷。对对。所以有它不好。事实证明，你们可以跟你们老师讲一下，因为事实证明，当有其他的风过来的时候，它会被嘎进去，然后那个对那个风扇会不好。就比较容易坏，就虽然它弄的是软软的，但是还是会慢慢的会伤害到它这样。他懂你呀。所以我拿掉了，你们老师不会对我怎么样。啊，不然证明今天的晚餐。啊，真的吗？
因为我不拿掉，你们就不能吹啊。好，然后我就会说，这个是这样，来注意听哦。来注意听我讲，这个意思是说我不管 X 用多少去扫，我都扫出三。了解我在说什么？那你扫出来的这个答案，扫出来这个答案就叫做 Y。请你把这个写在你这个图的旁边。这一条就叫做 y 等于三，对不对？扫出来的 y 都等于三，扫出来 y 都等于三，就是不管你 x 用多少去扫，我都会扫出三，可以吗？不管你用多少去扫，都会扫出三，所以我们把它写成函数，因为它是函数嘛，所以我可以用函数的写法写。但是你扫出来这个答案，就叫做函数值。扫出来这个答案就叫做函数值。扫出来的答案就叫做函数值。然后呢，因为你不管用什么去扫，都扫到一样的答案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不管用多少去扫，都扫到一样的答案，所以它恒常不变嘛。不管你用什么 x 丢进来，不管你用 x 用多少去扫，都会扫到三。所以我就说，这一个函数一个特别名称就叫做常数，永远不会变的函数。你扫出来的答案都一样，所以就叫做常数函数，就叫做常数函数。常数哦，函数哦。来，一定要写好，一定要写好，把它写好。把它写好。所以常数函数的图形会是水平线，因为它扫出来的 y 固定，扫出来的 y 都一样，一样的高度，一样的高度。他在有的跟他说：“你再大声，什么啦？因为我就惨了。”好，接下来，等一下，这个虽然不是函数，可是这个仍然可以写关系式。可以哦。可以怎么写呢？如果我这个把它叫做二的话，这一条就叫做 x 永远等于二，对不对？对。写上去哦，但是它不是函数，所以我不能写成这种样子。了解哈。好，这一条有关系式，它叫做 x 等于二，可是它没办法写成函数的样子，因为它不是函数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一个你能不能写出它的关系式呢？可以吧。好，先留着，先下课休息。谢谢老师。可是我们八年级的数学课还是你上的。对。你比错位置，比到下午去。哎，好，嗯，不客气。还是还拍。